都有了，像我们那天在机场巴塞，昨天嘛，昨天在巴塞罗那机场就看到有很多游轮的团体，有没有在那边接？好，在那边接那个旅客。所以他们这个巴塞罗那这城市啊，哈，它虽然人大概城市市中心大概160万人吧，160万人，然后可是就是观光客非常多，到处都是观光客。那当然，观光客多的地方就有很多扒手啦，哦，所以我们出门在外，去到哪都要小心哦，尤其最后天明天的哦，请大家好好保管你们的护照，不然。